南港夜市位在南港茂时代的斜对面哦。各位有空下班去逛逛夜市哦。第一家我来到的韩式肉圆店，肉酱真的很好吃，肉质真的鲜美。快！一分八十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辣不辣，我怕辣，我是想尝一下那个韩式料理。直接吃吗？哎，直接吃。有不行。我自己会加那个辣，还有加泡菜。好。那因为它有加那个洋葱下去哈，那就很入味。那如果配饭的话，蛮入味。对。袁策明把山猪肉的美味炒得芬芳香溢，让我们口水直流啊！已经有在卖的五十蛋糕，这个是下午茶咖啡版，嗯，就这个，嗯，哦，全部都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都有。好 ，Hello， 蛋打又来了，不是在肯德基的哦，这边没有吃完，一定要听我的。好好好。欢迎订阅我，按起小铃铛。欢迎订阅我，按起小铃铛。